应该做造型的，肯定要留长一点。哎呀，嘴巴有点汤臭的感觉。这个也是实心的，它等一下剪完很像个煤气罐的，肯定。先开大型。不知道是谁家的小狗。啊，把这双下巴剪掉，你看人家单独的一个圆头多好，不磨牙哎，听到没？他这是天生丽尔，没裁过哈。裁过。你裁过的是吧？嗯。这个可不可以剪个圆嘴？不行，剪个圆嘴，等一下。看死了。尖死了哈。我感觉有点长。